不见，我好想你呀、啊！好男不给我告诉你呀、啊！好男不给我好告诉你呀、啊！好男不给我好告诉你呀、啊！活该了你！活该了你！这句不用学，这句好学、啊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很高兴认识你的意思。记住了啊！活该了你！活该了你！要有气势！扑街啊你！扑街啊你！小小，哎，小小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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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是我麻洋街传说中的大姐大马小小，没想到被你小子扑倒了。哎，小小，这就是把我们麻洋街撞得鸡飞狗跳的一东东、一楠楠两兄弟，不过已经被我摆平了。哎，愣着干嘛？打个招呼啊！你好，昨天真的对不起，扑街了你！还不快跑！这是我第一次和马小小说话，不能说惊天动地，但至少惊动了整条麻洋街。我想说的是，被女孩追的感觉真好。